四月初三花莲大地动，甲呾地动尾已经上千界。那浅层的地动真济，地动中心即马看起来嘛有对海底往咱台湾陆地挖过来趋势。亚拉气象署的地动中心即马时间判讲，四月初三甲呾过二十个外工啊，即马阁有地动尾，怀疑是含海底的网断层有关系。也紧急照面顶倒去看物件，所以就阁爱较紧离开。反正经过规暝一直发生的地震，真侪人烦恼，敢唔敢困过去塞车去空旷的所在哩？花莲待那么久，这样那么久过吗？摇那么久？没有，也没有哈。对啊，已经摇一下子。一路等到天光，也是搁一堆地动尾。发展市上大的公有零售市场重庆市场，表面嘛红震个放起，对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。贵宾表示一个也都放落来，整个安门头吹个龟头卡，大雄接到通知关灯来看，才知影灾情这严重。看到墙壁要拆，我们就来拆迁了。哦，因为你们也是靠墙这一面的，对。哦，是你们是这边，那、啊、这边还这边也是要拆除的，就对。对对对，真的要拆。啊。地动七报中心统计，对控诉控三花莲七点二大地动了后，地动尾已经破千。对四月二日尾暗晚五点零八分开始，地动尾是直接出现，一二三透早发生两个规模六含六点三的上大，规模五到六的嘛增加二十四件，规模四到五的嘛有八十五件。到二三早起十几点钟内，地动尾就两百多件，这表示讲地表应力。在调整，过去能量是在北边，南边能量的系统还未稳定。从四月三号之后，四月二十二号到昨天五点八分以前，大概都主要是集中在比较北边的一个区域在做一个释放。像昨天五点八分这个地震，我们就判断这是一个起始点，就是南边这一边。另外，分析最近两天以来的地动尾数的，真有往南的趋势，集中在秀峰乡附近。另外，一直发生十公里以来的浅层地震，甚至有深度一点一公里的极浅层地震。除了和地质构造有关系，嘛可能是速报系统定位有偏差。它其实是位在主震的一个西边的一个位置，已经到陆地上来了，而且它的震源深度都相当浅，所以民众的感受是相当的一个强烈。地动七报中心预估未来半年到一年，都有可能会发生地动尾。伫主要地动过后十九天，阁有一大堆地动尾，除了应的调整，嘛无排除海底可能有网断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